到了，到了，到了。我听说一个有点紧张的问题吗？可以啊。我问你啊，全世界你最喜欢谁？好快！哎呦，我跟你说过了吗？你的我是说 In the whole world I love you most I love you most Why? 我是汉堡啊你早讲嘛搞得我又紧绷的那还是我们接下来就听下一首歌全世界我最喜欢你吧喂然后大家好，我是全世界我最喜欢你。然后好，那就是他是嘉玲，我是乔伟。然后这首歌是阿贝贝贝的歌，对，就是大家可以多听他的歌，他的歌好。好。好。好，那就是希望就我喜欢这首歌，然后希望你们也喜欢这首歌，然后我们开始。
你说我像流氓，我正去卖刮胡刀。你说你有点热，没关系，我送你减肥药，反正那都不重要。拜托，你喜欢我。